虎扑9月1日讯，英超联赛第四轮，利物浦对阵莱斯特城，凭借着马内、菲尔米诺的进球，利物浦2-0领先进入半场。菲尔米诺的进球来自于米尔纳的角球助攻，这也是米尔纳在英超联赛的第80次助攻，追平了贝克汉姆。在英超联赛历史上，只有两名英国球员的助攻比米尔纳更多，分别是兰帕德102与杰拉德92。